们上一集呢就说到乌兰布通大战，清朝军队的大炮非常厉害，即便当时噶尔丹军队是居高临下，但这个大炮一仰攻连连发射，打的这个噶尔丹军队就有些扛不住。但噶尔丹军队啊，毕竟是能征善战，虽然说人数不多，他们就是最终吧还是依靠地形的优势，就把清军的第一波冲锋打退了。虽然说抵抗住了清军的第一波的进攻，但双方的这个兵力悬殊太大，噶尔丹呢当时也不敢贸然就指挥这个总噶尔的主力啊，就是往下冲扩大这战果，只能呢待在这个山上清理战场，重新稳固他那防御工事。8月1号这一天的战事，豫亲王福全呢他在给康熙帝奏报当中就极力宣扬准噶尔军队非常顽强，而且呢还夸称啊这个大清军队大败之，就把对方打个大败，还说他自己最终下令清军停止进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天色昏黑，害怕呢清军出意外。抚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等书报，7月29日，臣等闻鄂鲁特屯于乌兰布通，即整列队伍，8月初1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射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鄂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聚，横卧骆驼，以为障壁。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闹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辉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嗣后查明另奏外，事关大败贼众，仅以奏闻。如果我们看这个福全的奏报吧，就给人印象是什么呢？啊，清军经此一战啊，基本上把准噶尔军队都消灭了，就连那噶尔丹应该都打死在这个乱马军中了，只是呢现在还没找到他的尸首。但是呢如果我们能阅读当时在清廷供职的那个法国传教士白晋，白晋是他的艺名了，他在当时给这个法国这个路易国王那个报告当中呢，就可以发现关于这一天的战事啊，这个传教士讲的相对比较客观。在反击鄂鲁特汗的一次战役，这鄂鲁特汗就指这个噶尔丹，这个所谓的一次战役就指这个乌兰布通，皇帝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鄂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至于第二天的战况呢，福全呢在战报当中这样写，8月初1日击败噶尔丹，薄暮收军，次日即前进绞杀鱼寇，见噶尔丹据险艰巨，故使我将士暂息。可见呢经过8月1号下午那激战，清军并没有消灭这个噶尔丹的主力，而且呢在第二天的战斗当中，噶尔丹呢他又集结军队回缩到更高的阵地凭险固守，使得呢清军也不能就是进一步的大踏步前进。由此可见呢，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毕竟清军的火力凶猛，准噶尔军队呢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他们的战斗力并没有说急剧减弱，这些人依旧是坚守阵地勇猛抵抗。一直到了第二天，虽然说是噶尔丹的战线有所往上收缩，但清军啊还是没有占到大便宜，双方在这个时候依旧处于对峙状态。也恰恰是这种对峙实际上就宣布了噶尔丹呢在乌兰布通战役当中的最后失败。为什么这样说呢？准噶尔军队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援，还没有辎重了这个给养的长期这种维持，他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你反观清军，虽然说遭受了一定程度的重创吧，但他陆续来源的兵力也持续不竭，从各地增调了援军啊，陆续抵达乌兰布通，逐渐呢就开始对这准噶尔军队呢形成合围之势。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噶尔丹呢要想保全他自己的兵马，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的脱离战斗，趁机呢退回到漠北。为了使自己的军队能够安全撤退，
噶尔丹呢就开始主动的和清军接触了啊，就说我们要谈判。8月2号这天，噶尔丹呢就派出他军队的那个喇嘛到了这个清军的统帅部，表示要请和。为了民和清军呢，噶尔丹这次还是说是请和，但是呢他派出这个喇嘛转达他的意志的时候呢，语气还挺严厉，依旧是坚持向清朝索要那土谢图汗还有那哲布尊丹巴。这个时候清军统帅部啊，由于康熙皇帝不可违背的那种求胜意志啊，包括福全在内，他们都知道皇帝都急了，这些人全部的所有的人声色俱厉，当即拒绝了噶尔丹的要求，就命他马上率军投降。为了继续麻痹清军呢，噶尔丹又派人表示，就这1-2天内，我们军中的随军的大喇嘛这个季隆胡图克图，他呢也要亲自到清军统帅部来商量讲和的事宜。还别说，到了8月4号这天，这个随同噶尔丹这个军队行进的，等于是一个大喇嘛团，这个喇嘛教团，其中那大喇嘛啊，季隆胡图克图，率领他手下弟子70多人，等于是一个大团队，到清军统帅部呢求和啊，当众还承认噶尔丹深入清朝境内呢，抢掠人畜，这是大非礼，同时又强调这不是噶尔丹的过错，而是因为什么呢？其部下无知，在恭维康熙皇帝啊，是一统宇宙之主，在恭维的同时呢，这大喇嘛还代表噶尔丹降低了谈判的条件，放弃索要的土谢图汗，哎，这次我们不要了，只要求清廷呢把那哲布尊丹巴那宗教领袖遣送回来就行了。接着呢，这大喇嘛又说，噶尔丹呢马上就要撤出乌兰布通，希望清军能够放行，等到那噶尔丹军队这个走到那些有水草的地方呢，哎，再和清军正式会盟和好。福全呢这个时候他依仗越来越大，他就自恃越来越多清军大军都到来了，所以呢包括福全在内，那些清军的将帅这个时候都特别不耐烦，就对这大喇嘛这个季隆胡图克图就说了，你们现在再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理由了，如果噶尔丹不投降，我们大清军队马上进攻。实际上就在这大喇嘛季隆胡图克图抵达清军大营的当天夜里，噶尔丹他就率领手下那些残余人马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从山那边就跑了，连夜呢他们又渡过那西拉木伦河，等于就甩开清军，一下向那个边境外面就跑走了。最终呢这帮人成功逃走，不过脱离了乌兰布通战场之后，这噶尔丹啊他的好日子到头了，狗屎运也走得差不多了，他那不要往他那科布多大营归返吗？返回途中，噶尔丹那个部队啊遭遇到瘟疫，加上一路上缺吃少穿，所以原本2-3万的精军这个骑兵最终得以生还科布多的也就是几千人而已。如果我们看清朝的正史，发现那个乌兰布通之战啊，那都是宣扬康熙皇帝啊绝对是取得了这个巨大的胜利，正是在他的英明指导之下吧，啊，清军大胜。但我们从福全回到京城之后受到那个处罚的结果，就可以增窥出清军呢在这场战役当中实际上是贻误战机的，最终根本就没有全歼噶尔丹，几乎呢让他全心全水逃走了。因此呢，这个乌兰布通战役对于清军来讲并没有所取得大胜，也可以说呢，他和那个噶尔丹，康熙和噶尔丹就打成平手。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啊，清军清朝肯定还是在乌兰布通战役中啊取得了胜利，而且这场战役呢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部的战略格局。清军这次呢挫败了俄国支持下的噶尔丹的挑衅，粉碎了当时俄国在东亚殖民的意图，奠定了啊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的根基。噶尔丹方面呢迢迢远来啊和清军大战，通过这个乌兰布通战役元气大伤，加上他内部又分裂了，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把他的根据地攻略一空，所以说噶尔丹日后啊很难再有足够的实力东山再起。乌兰布通战役之后啊把这个准噶尔军队赶跑了，康熙皇帝呢为了巩固北部的边防，一面呢在木兰行为习武，激励将士申明赏罚，
另一方面呢，对先前那些被准噶尔大军击溃的那喀尔喀蒙古人，及时有效地采取了收容措施，命令各地啊对这些人发放米粮，救助喀尔喀这个三部的离散的人民。不久之后呢，康熙皇帝，哎，以帝王之尊，哎，这个和这些内外蒙古的各部首领呢，在多伦诺尔会盟，联合这个喀尔喀各部力量，以求呢进一步完全的统一漠北地区。多伦诺尔呢，在今天承德市西北，地势非常平旷，水草丰美。康熙30年4月，就公元1691年，康熙呢又从北京出发，亲自率领上三旗官兵出古北口，沿着个滦河啊，一下就上来了。八旗那下五旗官兵呢出独石口，两路大军最终在多伦诺尔集结。当时呢，喀尔喀各部的首领，包括内蒙的科尔沁，那个些下属的49旗的王公台吉，那些高官贵族呢，早已经提前恭候在会月之地百里之外，他还不能就在会月之地等着，百里以外在那儿撅着等着，听候大皇帝的传谕。这个时候呢，作为宗主，康熙皇帝首先就把这个喀尔喀三部之间的纠纷给他们调解一下。当庭呢，他还斥责那土谢图汗，就说你先前呢，你就不能吞并扎萨克图汗他手下的那些牧场啊什么的，你更不应该把这个扎萨克图汗这个沙拉把他给攻杀了。大皇帝在上面指着这个土谢图汗的鼻子，等于就在斥责他。当时啊，你想这个蒙古这些王公本来都挺牛的，都是这个武功勃勃的这种人，这土谢图汗这个时候跪在当地，站立流汗，大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滴的啊，就怕康熙帝一声令下把他给弄死在当地。会议过后，这土谢图汗据书请罪，就写了一封专门的书奏啊，向这个大皇帝表示认罪。于是呢，康熙皇帝就下令，就是派那个沙拉的弟弟，那被先前被土谢图汗给弄死了吗，让他弟弟策妄扎卜代统扎萨克图部，就代替他哥哥啊作为这个新的首领。同时呢，封这个策妄扎卜为这个和硕亲王。调解了喀尔喀蒙古之间纷争之后呢，喀尔喀三部首领啊，就在这个当时的清朝的理藩院大臣，包括鸿胪寺官员的引导下，逐次被引进御帐，朝着康熙皇帝啊朝拜跪谢。康熙皇帝当时意气扬扬啊，就让这些蒙古王爷们啊，就是坐在那里跟自己共进御宴，然后呢奏乐进茶。当时那气氛呢，哎，隆重而且和睦。双方呢就举行了会盟大典。转天呢，康熙又专门设宴，接待了什么土谢图汗啊、哲布尊丹巴啊、车臣汗这个乌莫赫啊，包括新封的这个策妄扎卜等等吧，35名蒙古各部的首领。在这次会盟会议上呢，康熙还郑重宣布，保留喀尔喀三部首领的汗号，就是从前你们那个汗号啊，我不给你们撤掉。同时呢，宣布把从前蒙古贵族原先那些济农啊、诺言那些名号都废了，按照满洲贵族的封号啊，赐给他们亲王啊、郡王啊、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啊这些清朝的爵位。从此之后，喀尔喀蒙古就外蒙古的行政体系，也和内蒙古的49旗一样，实行扎萨克旗长制，就按照内蒙的49旗的模式呢啊给地安插。当时外蒙的喀尔喀蒙古共分为34旗，每一旗下呢又设参领、左领。由此一来，等于就结束了喀尔喀各部长期以来以强凌弱、自相劫夺的这样的混乱局面，加强和巩固了啊清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对这个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管辖。为了尊重蒙古部族他们的宗教，清廷呢就采用喇嘛教作为统治蒙古的手段。会盟之后呢，康熙帝还应这个蒙古贵族的这个所请吧，然后呢建立寺庙，等于倚仗圣典，就在多伦建立所巨大的喇嘛庙，取名为惠宗寺，使这个喇嘛庙呢就成为暂居内蒙地区的喀尔喀各部宗教中心了，而且命令哲布尊丹巴在这个寺内组织宗教活动。日后呢，以这个哲布尊丹巴为首，喀尔喀蒙古各部落首领就经常到多伦以东100里那个木兰围场朝见康熙皇帝，逐渐呢就在那里形成了这些蒙古王公
固定朝野大皇帝的这种制度。噶尔丹他在乌兰布通撤退之后呢，辗转逃亡，一边呢向沙俄示好，一边呢又向康熙帝请和。因为清朝已经封锁了噶尔丹前往青海西藏的道路，天山南路呢又被噶尔丹那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领了，前后受敌，噶尔丹的日子实际上越来越难过。六年之后，就在乌伦布屯大战六年之后呢，康熙三十六年，就公元1696年，这个时候得知噶尔丹本人又到了巴彦乌兰了，康熙皇帝就在祖宗陵前发誓，誓不以此鲁以子孙，我绝对不能把这噶尔丹留着，活着留着，等到我子孙的时候又成一大祸患。他又一次决定御驾亲征，准备率领各路大军全歼噶尔丹的残余部队。当时清廷呢分三路远征，其中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领军作为东路，大将军费扬古呢为主帅，率领陕甘的兵马兵出西路。康熙皇帝呢亲领中路军出独石口，约定几路大军在四月下旬在土拉河会师，加攻噶尔丹。这次的噶尔丹还能像上次那样这个命好逃出升天吗？我们下集接着讲。清朝官员最独特的手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这个彩蛋就来说一说清朝官员最独特的手势，就是朝珠了。朝珠的来源呢，显然就是这个佛教信徒使用的这个树珠。从清朝初年开始，清朝的皇室呢就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呢对清朝皇帝也是尊奉有加，称清朝的皇帝为什么呢？曼殊师利大皇帝。也正是由于清廷和这个佛教吧，他们特殊而重要的这种关系，因此清朝的皇帝还有官员们身上的朝珠呢就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清朝这朝珠呢一共108颗，每27颗之间穿入一粒大珠，所以呢大珠共4颗。在清朝的时期啊，对朝珠啊有着非常严格的佩戴规定，朝珠就是当时官员地位和他身份的象征。文官五品、武官4品以上，包括军机处、侍卫、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卿、鸿胪寺，这些部门的属官，以及5品官的命妇以上，这些人才能挂用朝珠。你官太小了，你根本就没资格挂。而朝珠的大小和质量呢，也代表了官员的身份和他们地位的高低。官职越高，朝珠那珠子直径就越大，这个朝珠等于就越长。至于朝珠的这个质地呢，有东珠，有翡翠，有玛瑙，有蓝宝石，有蓝晶石，有珊瑚，有琥珀、蜜蜡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朝珠呢，还用这个明黄啊、金黄啊，包括石青色等各色的绦线做装饰。其中那东珠和明黄色这个绦线呢，只有皇帝、皇后和皇太后才能使用。全绿色跟金黄色这个绦丝呢，是王爷佩戴的。其他别的官员呢，就使用石青色的绦丝。上一集说到乌兰布通大战几年之后，康熙帝得知这噶尔丹啊活得这个全心全影，而且呢有卷土重来的意思，于是就决定御驾亲征，最终的消灭对方。听到康熙皇帝这次御驾亲征要打自己，噶尔丹大惧，拔营销遁，大半夜他就跑了。得知消息之后呢，康熙帝马上命令清军土帅费扬古在半路截击噶尔丹。5月13号这一天，费扬古率领清军就在昭莫都遇到了噶尔丹近1万人的骑兵，双方展开激战。而当时的激战情况呢，你看清朝的文件当中有记载，使敌军智者近万，皆百战之贼，
我军鸡疲，马将其半，费安谷以马力不能持鸡，非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不可。距敌30里，即止营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聚合，林木会位，可设伏。乃率左右翼部骑，先据小山阵于东，于延土腊河阵于西。遵上所授方略，各军皆下马布战。约闻角声，始上马。日暮，沿河伏骑尽起，一横贯其阵，一袭其后队辎重，贼始崩溃。这个记载在《康熙政要》上。由于清军在这次战斗中又使用了火炮、滑膛枪那些热兵器，啊，对这个敌方进行强势的攻击，再加上清军确实人多，噶尔丹啊他的部队最终大败，打到最后呢，基本上噶尔丹手下人全完了，他只带了几十名骑兵，有命脱逃。这次战役啊，清军对这个噶尔丹准噶尔部，啊他的这个力量啊，军事力量打击得非常致命。所以呢，当时被俘的一名善于弹筝的准噶尔的老乐工，在康熙皇帝举行那个庆功宴上啊，让他演奏嘛，让他唱歌嘛，他就以鄂鲁特蒙古语演唱了一首悲壮凄凉的歌曲。内容是什么呢？翻译过来是这意思：雪花如雪铺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明王兮掳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经过这个昭莫多之战，噶尔丹大败啊，他就逃往了鄂尔多斯地区，就想趁机啊再逃往西藏地区。清政府呢派出军队，一直对这噶尔丹围追堵截，同时呢对他多次劝降，想招安他，但噶尔丹就是至死不降。康熙37年，就公元1697年。当时的噶尔丹也是穷途末路吧，他就往这个俄黑阿拉尔啊那个方向奔跑，结果呢走到这个布延图河河畔，一代枭雄就病死了。当时呢这噶尔丹才54岁，等于是窝囊死了。东奔西跑之余啊，这个时候心情又不好，抵抗力又下降，再染上点病，嘎嘣一下这哥们死了。噶尔丹死之后呢，准噶尔部落的汗位就回到了他的侄子次旺阿拉布坦啊他的头上。由于先前清廷在剿灭那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呢，这次旺阿拉布坦啊一直配合清廷，于是呢他在当时就被康熙帝呢认为是盟友。从噶尔丹败亡啊那个时间算起，一直到康熙56年，就公元这个1717年吧，清朝和这个次旺阿拉布坦他统治下的准噶尔政权就和平共处，双方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时间呢就持续了20年左右。次旺阿拉布坦呢，他是和噶尔丹是一样的，他血液里面血管里面毕竟流淌着蒙古血液，所以他内心深处还是一直想恢复大元的天下。但当时大清太过强大了，所以呢这次旺阿拉布坦也是一直装孙子，绝对不敢和清政府公开对抗。不过呢慢慢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次旺阿拉布坦呢就发现西藏那个地方可以利用，于是呢他就把目光转向西藏地区。先前在噶尔丹和清朝的这种相持相抗的过程当中呢，西藏政权是以谁为首呢？是以那摄政桑杰嘉措为首。他们这些人暗中是一直偏袒噶尔丹的。噶尔丹失败之后呢，哎，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了继噶尔丹当汗王那个次旺阿拉布坦。噶尔丹已经不行了，这个次旺阿拉布坦他是成为准噶尔的汗王了，而且呢还以武士达赖的名义授予次旺阿拉布坦啊一个这个名号。什么名号呢？额尔德尼卓里克图浑台吉，翻译成汉语呢就是保全大庆王，这样的称号。还给这个次旺阿拉布坦又给他印玺啊什么的衣服啊礼服等等吧。实际上武士达赖喇嘛早在1682年已经圆寂了，为了继续控制西藏的局面啊，作为摄政那桑杰嘉措一直对外隐瞒武士达赖的死讯，对外就宣称武士达赖啊他就要禅定，所以不见任何人。日后等这个清朝包括蒙古驻部知道武士达赖已经圆寂的消息的时候呢，竟然是武士达赖圆寂后的16年。就这武士达赖圆寂啊16年，生死啊
外界根本就不知。也就是说，到了1697年，噶尔丹那个时候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这个时候才知道达赖喇嘛早就圆寂了。噶尔丹他作为准噶尔汗王的这一时期呢，他本人和西藏这个宗教上层关系特别密切。我们想一想，噶尔丹当初之所以能坐上准噶尔的汗位，和西藏当时宗教势力对他的支持啊，非常的紧密相关。所以呢，这藏传佛教向来都是支持准噶尔政权那种精神支柱。而为了报答达赖喇嘛的支持呢，噶尔丹又反过来呢，大力在西藏地区推行黄教。次旺阿拉布坦呢，他当上了准噶尔部的大汗之后呢，在这个宗教方面和前几任这个准噶尔首领一样，就非常重视西藏达赖喇嘛这一系对这个蒙古部族的影响力，所以他才会接受西藏政权当时以五世达赖名义对他那种封赠。次旺阿拉布坦和清朝保持和平的同时呢，多次往西，往这个西的那个方向拓展。1698年、1699年，准噶尔军队呢就侵入哈萨克草原南部，啊，征服了这个塞拉木部族。而后呢，他们又俘虏了啊希尔河下游的这个喀拉卡尔帕克族。当时这个喀拉卡尔帕克族呢，等于是穆斯林政权，他的苏丹呢叫伊布拉因。征服之后呢，这次旺阿拉布坦，哎，他手下的这个官员吧，就能够在当地征收贡税，就行使宗主权。1722到1723年，准噶尔呢又进攻那个哈萨克人，包括这个乞儿基斯人，又占领了塞拉木啊，包括什么塔什干啊等多座这个绿洲城市。这个时候呢，就和先前噶尔丹在位时期一样，准噶尔呢大肆掳掠，强迫那些绿洲城市，包括临近那些游牧民族、游牧部落吧，对他们上缴赋税和贡献。所以呢，经过这个次旺阿拉布坦啊这个多年的这种经营，当时啊受准噶尔军队统治之下的那些小民族还挺多的，什么哈萨克人呐、乌梁罕人呐、天良古特人呐、伊尔羌那个布拉哈人呐，包括布鲁特，布鲁特这里是指乞儿基斯人，以及巴拉宾等等等等吧，好多部落、好多绿洲小城市都向这个准噶尔臣服。眼看自己的势力日益增大，次旺阿拉布坦呢，他征服欲越来越膨胀，竟然攻入西藏，杀掉了和清朝关系密切的拉藏汗。这一做法就最终使得康熙帝忍无可忍。拉藏汗当时人在西藏啊，但他并不是西藏人，他是属于青海和硕特部蒙古的贵族后裔。拉藏汗的曾祖父是谁呢？就是那固始汗，有的时候又译作固始汗。曾经呢，他应这个西藏格鲁派之邀远征青海，而且呢在青海西藏就建立了他的势力范围了。后来呢，在这个青海等地称霸这个和硕特部落首领的固始汗，他作为卫拉特蒙古一部这个首领，他在1637年，也就是清朝最早的那崇德二年，向当时在沈阳建国的清太宗皇太极呢派去使团。1642年，固始汗和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一起呢再次向清朝派遣了表达友好的这个使团。为了争取当时在蒙古人当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五世达赖喇嘛，清廷呢也向拉萨派去了自己的使团。清朝入关之后呢，五世达赖曾在1652年、1653年间呢还访问过北京，拜见了当时的顺治帝。清朝方面呢也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从此呢西藏就正式接受清朝的册封，就恰如先前元朝时期的八思巴对忽必烈那种孝顺。当时的五世达赖啊对清廷也表示完全的归附，等于就是把清朝皇帝啊当做自己最大的施主。1655年1月呢，那固始汗就病死了。不久之后呢，青海和硕特部蒙古它内部就发生了这个争斗，就左右两翼啊开始互相你争我夺，啊争夺那汗位。而1659年呢，当时那个西藏那个摄政也病死了。当时那西藏的摄政叫什么呢？叫索南拉布丹，他病死了。这摄政死了之后，五世达赖终于完全能够自己出面，等于五世达赖就全权的巧妙的调停了青海和硕特蒙古左右两翼之间的纷争，授予固始汗的一个儿子以达赖浑台吉这样的称号，又授予呢这固始汗另外一个儿子啊，授予他什么封号呢？丹经却吉扎勒布，翻译过来汉语呢就是持教金刚王。由此一来，这达赖喇嘛就成功分割了
和硕特蒙古贵族在青海西藏地区的统治权。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一直作为西藏王的和硕特首领的权力，他就不再凌驾于五世达赖之上了，反而就变成了被五世达赖册封的这样一个部落头领。公元1660年，和硕特蒙古就那持教金刚王那个继承人，又被五世达赖授予持教达延王的称号。这个人呢，也就是历史上的达延汗。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本人呢圆寂了。当时掌握西藏政教全权的呢，就是那摄政桑杰嘉措。他当时秘密的让人啊从前藏的宁玛派当中选了一位六世达赖。但这位桑杰嘉措呢心思深沉，为了牵制这个和那个准噶尔噶尔丹有密切联系的当时这个青海和硕特蒙古部族吧，同时为了避开清朝的压力，他就一直持续隐瞒了达赖喇嘛这个死讯。而准噶尔部那汗王噶尔丹呢，就一直到他死，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呢他的老师他的老朋友五世达赖已经去世的消息。而到了1697年，桑杰嘉措呢又知道噶尔丹呢由于遭到这个康熙帝的这个打击，到处像兔子一样流窜啊，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噶尔丹已经对他形成威胁了，于是他就在拉萨对外公布五世达赖啊这个圆寂的消息，而且呢还在当地举行了六世达赖的这个坐床仪式。这位六世达赖喇嘛呢，那就是近年来网上炒作的如火如荼的那个情师达赖仓央嘉措。公元1683年，就藏历的水猪年，仓央嘉措呢生于西藏当时叫那拉活玉松这个地方，就现在的西藏山南县。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藏民家庭。这小孩呢出生不久之后就被当时的西藏执政桑杰嘉措秘密选定为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那么在1696年得知五世达赖已死多年的消息之后呢，康熙皇帝挺震惊的又震怒，就派人下诏严遣桑杰嘉措。桑杰嘉措呢当时呢也挺害怕，但是毕竟天高皇帝远他就搪塞向清政府派来的使者认错，就承认自己错了，一直隐瞒那五世达赖的死讯。他就马上找到多年前隐藏起来的这个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就在藏历火兔年，就公元1667年9月，把当时呢已经14岁的仓央嘉措从藏南迎到拉萨。仓央嘉措走到浪卡子县的时候呢，桑杰嘉措就让当时的五世班禅罗桑一喜认这个仓央嘉措呢为徒弟，因为历史上的达赖和班禅是互为师徒的，就为这仓央嘉措呢举行剃度。仓央嘉措呢接受剃度之后呢，就取法名就罗桑仁钦仓央嘉措。10月25号这一天，西藏政权就在这个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仓央嘉措就正式成为六世达赖喇嘛。又过了3-4年，人在青海的固始汗的曾孙呢拉藏汗继承汗位。拉藏汗作为真正的西藏王，他逐渐呢就和那个西藏就是管理宗教那个摄政呢桑杰嘉措双方之间产生矛盾了。而拉藏汗的这个曾祖是固始汗，他祖父是达延汗，父亲是达赖汗。长期以来啊，和硕特蒙古内部矛盾重重，而当时受清廷委任的那青海亲王扎西巴图鲁，他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拉藏汗呢后来就被迫带他手下人呢离开青海这个中心地区，不断往南走，最终就进入了西藏地区。而拉藏汗在继位之初呢，他还曾经得到过西藏摄政桑杰嘉措包括那五世达赖的支持，双方关系一直还是不错的。当时就为了拉拢这位拉藏汗，桑杰嘉措呢还特别授予对方什么称号呢，成吉思汗之名，就把先前最早的成吉思汗这个名称呢授给这个拉藏汗。那么拉藏汗他自己率领手下的部众进入藏地之后呢，没过多久他就和这西藏摄政呢桑杰嘉措呢慢慢有嫌隙了，很快这两个人的关系势同水火。甚至发生什么事儿呢，桑杰嘉措买通拉藏汗这个府内的侍从，向拉藏汗这个饮食当中下毒，想把拉藏汗给毒死，双方你争我斗。就在康熙44年正月，公元1705年，当时的西藏摄政桑杰嘉措就对外号称根据六世达赖的指示驱逐拉藏汗离开藏地，让他返回青海他原先那个和硕特部族的聚集地。由此一来双方正式撕破脸面了。既然六世达赖
都驱逐自己出藏地了，那么真正的一个西藏王拉藏汗，他会甘心情愿地退出藏地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清朝大臣最希望皇帝赏赐的宝物，我们现在的人呢都知道，鼻烟壶呢是盛放这个鼻烟的容器，鼻烟呢是一种烟草制品，现在还有是用鼻子来吸，据说呢吸这个鼻烟可以解除疲劳，甚至呢还能有一些医疗的这个作用。鼻烟壶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说到清朝才有，明朝万历九年，就公元1581年，当时那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当时他就把这个鼻烟壶呢传到中国来了。但是在明朝，就是从万历开始一直到这个明朝灭亡，当时那个鼻烟装在什么地方呢？就装在中国传统的放药的那种小瓶子里，因此进口的鼻烟壶呢是非常少的。而且因为这个明朝海禁的原因啊，当时啊仅仅广东一地有人吸食鼻烟，别的地方的人呢对鼻烟这种东西呢还不是特别了解。清朝到了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大量的鼻烟还有盛装鼻烟的这个玻璃瓶呢，就由那些传教士啊，包括那些海员等人吧，带到中国了。从那儿开始，吸鼻烟呢就逐渐形成风尚。鼻烟传入中国之后，形成了这个时尚。这个中国这个工艺匠人很聪明啊，他们就在欧洲玻璃烟壶的基础上，然后又采用了多种材质、多种工艺，来改变这个鼻烟的这个成具。雍正皇帝继位之后，虽然说是日理万机，但他对鼻烟壶啊绝对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甚至在上朝的时候，他都会不停地把玩各式各样的鼻烟壶。雍正皇帝呢，不仅他自己喜欢，他还经常把这鼻烟壶啊作为这个赏赐，赐给他那些手下喜欢的大臣。实际上，清朝从这个雍正他爸康熙皇帝开始，鼻烟壶呢作为鼻烟容器的这种实用的这种作用呢，已经退居次要。逐渐它就成为清朝啊上至皇室下至这个平民需要身份和财富的标志。而清朝皇帝他命令工匠做那些鼻烟壶，除了做工讲究以外，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材质非常贵重。皇宫造办处制作的那些各色鼻烟壶好多都是用宝石镶嵌的，大臣们如果得到一件皇上赏给自己的鼻烟壶，那面子大了去了。近年以来呢，喜欢仓央嘉措他的诗歌的观众和读者呢越来越多，不仅仅呢是因为他的传奇的人生经历，确实啊这个人呢也是才华横溢，特别是他那句非常火的啊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一时之间啊我看这个好多的年轻的这些观众啊特别喜欢。当然了，仓央嘉措并不是我们在讲清史的时候要讲的重点。在仓央嘉措生活那个时代呢，西藏的政局动荡不安，内外矛盾呢也是接踵而来。作为六世达赖，这位仓央嘉措呢，他也只是当时历史洪流当中的一叶浮萍。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这个清朝初期吧，这个青藏地区的形势的变化。就讲这个准噶尔。上一集呢，我们就说到康熙44年正月，就是公元1705年，西藏的摄政啊桑杰嘉措就对外宣称，根据六世达赖的指示，驱逐拉藏汗离开藏地，让拉藏汗呢返回他青海原先的和硕特部族。由此一来，拉藏汗和这个桑杰嘉措算是正式撕破面皮了。愤怒归愤怒，拉藏汗呢假意同意自己呢返回青海，结果呢他率领手下的军马到达那曲之后，集结自己的兵力忽然返回，
率领军队进军拉萨。经过三次交战，拉藏汗呢终于击败了当时西藏那个摄政桑杰嘉措，把他的军队打了大败。最后下那个桑杰嘉措成夜逃出拉萨。七月中旬呢，先前被这个桑杰嘉措拥立的六世达赖呢，仓央嘉措就出面劝和，召拉藏汗呢进入布达拉宫啊，就商议一下。拉藏汗也知道六世达赖啊，你想他和那个桑杰嘉措是一伙的，知道他在使用缓兵之计，表面上呢还假装同意，好吧，咱们谈谈这个和解的事儿吧。结果呢，他入宫跟那六世达赖聊嘛，聊完之后一出宫，忽然发兵，抓住了当时退到贡嘎的那桑杰嘉措那些人。因为当时那个桑杰嘉措以为是拉藏汗正和那个六世达赖讲和呢，措手不及，于是呢他就被这个拉藏汗抓住了。没过多久，拉藏汗呢就派人把他这个权倾一时的这个当时掌握西藏政权的好多年的这个摄政桑杰嘉措就给杀了。如今呢占领了拉萨，又把这个摄政桑杰嘉措给处决了，拉藏汗肯定要把这个情况向宗主国皇帝康熙帝汇报。于是呢他就上奏说这个桑杰嘉措谋反已经被杀了。而先前被这个桑杰嘉措拥立的六世达赖呢仓央嘉措这个人不守清规，请求朝廷和大皇帝把这位假达赖给废了。拉藏汗呢在清廷先前和噶尔丹的战争当中呢一直是支持清朝的，同时呢又怕这个次旺阿拉布坦把这个仓央嘉措弄到手里之后加以利用，康熙皇帝呢自然就准了这个拉藏汗的这个奏书，命令拉藏汗派人把这个仓央嘉措押送到北京，正式予以废黜。1706年呢，这个时候已经没了达赖名号的仓央嘉措就在押解途中呢郁郁寡欢，走到青海湖的这个周围还不明不白就死了。他死之后呢，仓央嘉措的遗体按照当时那个藏地的那种传统就实行天葬，而当时和后世有关仓央嘉措被废黜之后他的死因呢说法特别多，有的呢就说他是病死，有的呢说他是被杀，还有呢就说他被清廷软禁在这个五台山那个地方。无论如何吧，这位达赖啊反正是没留下他的金身，而他死的时候呢年仅25岁。在真实历史当中呢，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确实是一位喜好美酒喜好美色啊喜欢做爱情诗的这样的一个人。仓央嘉措原本他的世俗家庭呢是信奉宁玛派的佛教，也就是这个西藏所说的红教。宁玛派这个教派呢，它的教规啊并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他被秘密选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之后呢，等于他就在家乡过了14年的乡村生活。因为在这期间呢，那五世达赖的死讯呢是被那个摄政啊等于严格的隐瞒了，所以即使他作为转世灵童，他没有立即接这个达赖的班。正是由于在家乡度过了14年这样的乡村生活，这仓央嘉措呢就有了和别的转世灵童不一样的尘世生活。加上他本人呢对大自然又特别热爱，因此他灵感特别多，日后呢就写下了好多缠绵的情歌。现在存世的仓央嘉措的诗歌吧大有60多首，除了几首这个佛教颂歌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爱情的歌诗。一般呢我们都把他诗集呢译成情歌，但在藏文当中所谓的仓央嘉措情歌本意应该翻译成什么呢？仓央嘉措道歌。但是呢由于达赖系统所属的那格鲁派就是西藏的黄教，他这一派的佛教系统呢就认为这个清规戒律是必须遵守的，严禁僧侣结婚成家。所以那拉藏汗说这个仓央嘉措不守佛法，实际上也是事出有因，是有根据的。这拉藏汗在拉萨主政之后呢就拥立了一名新的六世达赖了，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叫阿旺一时加木措。那么这个六世达赖呢虽然得到康熙帝的认可，但是呢和拉藏汗同族的啊，这个在青海的那个和硕特蒙古族那些人的首领呢好多人表示就抵制这个拉藏汗所立的这个六世达赖。于是呢那和硕特蒙古啊那些部族的头人呢就在西藏东边的理塘地区
又找了一个小孩，这个人叫格桑嘉措，就确认这个孩子呢才是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为此呢，这青海的和硕特部这个蒙古首领呢就集体请求康熙帝，对这个孩子予以保护。接到青海和硕特蒙古集体上书之后呢，康熙皇帝当时不置可否，但考虑到呢将来呢有可能需要这个孩子，于是就下令把这个小孩呢就移住在西宁的塔尔寺，而后呢派出清兵在塔尔寺严加守卫。噶尔丹死之后呢，清朝和那次旺阿拉布坦他所统治的这个准噶尔部族呢一直保持着近20年的这种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吧。到1715年，次旺阿拉布坦呢率领军队就开始犯边，开始攻击哈密和吐鲁番等地。哈密地区呢又关系到天山南北两路，包括天山东路和内地的这种经济贸易往来，这个地方特别重要。康熙皇帝这个时候就不能坐视不管。由此之后，清朝和准噶尔这个战事呢重新又开始了。而在当时呢，次旺阿拉布坦就非常不愿意看到呢西藏处于清朝影响之下，于是呢他就利用当时那西藏人啊，包括那青海和硕特那些蒙古部族对拉藏汗的普遍反感，就开始对西藏的远征。公元1717年6月，次旺阿拉布坦呢就派出他手下的一个高官，当时这个高官叫大栽桑，也就是他的堂兄弟策凌敦多布，有的时候也译成策凌敦多卜。他呢率领6000多名骑兵自羌塘高原强行突破，忽然就出现在拉萨以北的腾格里诺尔，也就是这个纳木错湖畔吧。羌塘高原就是现在拉里地区。拉藏汗得知消息之后呢，马上从青海调来这个和硕特蒙古和他一道这个友军应战。双方激战2个多月，拉藏汗呢打不过他从前的那个卫拉特同胞，就只得下令撤退，转而固守拉萨。这时候的拉萨城中呢，好多藏人本地人反对拉藏汗呢，这些人暗中打开大门，以至于呢准噶尔部队几乎就没遇到什么抵抗，一下就攻入拉萨城中。最终呢，拉藏汗和他的儿子这个两个人吧，和他手下的这个一些人马，就在布拉拉宫内英勇战死。拉藏汗战死之后呢，从准噶尔率领这个军队来的这个策凌敦多卜就占领了拉萨，包括周边地区啊全被准噶尔的军队占领了。他占领拉萨之后呢，就马上把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给废除了。而在当时呢，他本来打算啊就把住在塔尔寺的那个转世灵童迎到拉萨坐床，但当时塔尔寺处于清朝军队的严密监控之下，策凌敦多卜又得不到青海和硕特部这个蒙古的协助，所以最后呢他想立新达赖这个愿望就没有得以实现。准噶尔军队这攻入拉萨之后呢，并没有成为藏人想象中的解放者，这些人进入拉萨之后肆意掠夺，大肆破坏格鲁派以外的那些宗教寺院，杀戮驱逐当地的僧人，很快就引起了西藏老百姓对这些准噶尔军人的强烈敌意。康熙帝在北京得知拉藏汗的死讯呢，是在拉藏汗战死之后3个多月了。当时呢，有一支向西宁出发的清军在途中呢加入到青海和硕特蒙古的援军之中，大概这个10000多人吧的骑兵直奔这个拉萨杀去。但在中途这支联军呢遭到准噶尔军队的拦截，等于是全军覆没了。等到拉藏汗的死讯得以确认，清廷呢就在康熙59年，就公元1720年，就确认七世达赖呢他的人选。也就是说呢，康熙皇帝正式承认了青海和硕特蒙古部族在礼堂地方找到那个小孩，就格桑嘉措。当时他不是在塔尔寺被所谓的保护着吗，实际上是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就把他认定为六世达赖。但我们要知道，青海和西藏三大寺的黄教势力就一直认为仓央嘉措是六世达赖，就认为这个格桑嘉措是七世达赖。但今天我们看保存在拉萨解放公园的康熙皇帝所立的那平定西藏碑呢，依旧称那个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于是呢，当时在康熙帝亲自布置之下，清军开始第二次兵分两路大举进军西藏。一路呢是四川军，他们从西藏东部那个康区的巴塘横越山地进入拉萨，
当时准噶尔的主力呢集军在拉萨北方的达木草原，拉萨城的防御呢还非常薄弱的。清军另一路呢是青海军，他们就是由康熙帝第十四子胤禔他率领，他本人呢军中就带着这个骑士达赖喇嘛，然后呢这个向拉萨进发。由于准噶尔部队在西藏的杀戮抢夺，还有种种的倒行逆施吧，西藏人越来越恨他们。面对清军数路大军来攻的这种强大的压力呢，准噶尔那个宰桑这个策凌敦多卜吧，最后又疯狂了一把。他这个疯狂并不是抵抗清军，而率领手下人马在拉萨城内大肆劫掠，而后呢率领军马从拉萨奔向西北方，从那个方向逃走了。而后七世达赖就在清军的护送之下，在拉萨民众的欢呼声中顺利进入拉萨城。公元1720年阴历9月15号这天，格桑加措就在布达拉宫坐床。格桑加措的坐床受封，也就标志着清朝正式保护西藏的开始。格桑加措进入这个拉萨之后呢，他的家属也随同前往拉萨。清政府呢当时封他父亲为公爵，西藏地方政府呢又给他们家好多的庄园和农奴，由此呢他这一家族呢就成为西藏的一大贵族家族，也就是非常有名的桑珠颇章家族。后来呢到了雍正五年，就公元1727年，西藏那个阿尔布巴、龙布奈、扎尔奈这三个人呢又把这个西藏的首席噶伦那康济奈给谋害了，阴谋呢想叛离清朝。转年清朝大军已经杀到拉萨，把这个阿尔布巴、龙布奈这两个人就凌迟处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七世达赖格桑加措的父亲索南达杰参加了这个阴谋。为了防止再起事端，清政府就决定将那七世达赖移往理塘地区，同时下诏命令武士班禅罗桑义熙，让他呢到这个拉萨设立黄教的教务。七世达赖这个格桑加措在理塘居住了一年多之后，皇帝又下诏把他移住在哪儿呢？泰宁的慧远庙。在此期间，雍正皇帝呢又把达赖他父亲索南达杰从理塘召进京城，面斥他，斥责他先前干预这个藏地的政务。索南达杰这个时候只能跪地服罪啊，保证以后不再重犯。毕竟他儿子是这个七世达赖，为了安抚那位达赖呢，雍正皇帝又封这个索南达杰为辅国公。雍正十三年，也就公元1735年，清廷呢就命令达赖七世从那个泰宁呢返回拉萨，而后呢就把他的职权严格限制在宗教事务方面，下令他的父亲索南达杰就常住在这个桑耶寺，每年只允许他到拉萨一次见他儿子，严防他在这个干预藏地的这个政务。而后呢，新藏的一切行政事务，清政府都委任颇罗奈全权处理。同时呢，清廷还委派驻藏大臣对这个西藏的政务全权监督。这颇罗奈呢执政20年啊，尽职尽责，就使得西藏当时的社会啊非常安定和繁荣。到乾隆12年，就公元1747年，这颇罗奈去世，他的儿子呢朱尔莫特纳木扎勒继承了他的职位。但就这个朱尔莫特纳木扎勒他任职之后呢，虐待手下，诛除异己，暗中呢又和那准噶尔部族相通，又准备谋乱。这个坏人呢还主动上书，就要求北京的乾隆皇帝下诏把这个驻藏的这个清军啊全部撤走啊，以此呢来保证西藏的安宁。转年呢他又以防准噶尔军队为借口，率领藏军到处训练兵丁，实际上就是准备谋反。而对他父亲波罗奈所用那些旧臣啊，把好多人他都加以杀害，对着这些人呢加以抄募，然后呢那些没杀的把他们也贬到外地。为了加速叛乱，他又暗中呢派遣他手下亲信去到准噶尔部，求对方啊马上发兵杀到阿里作为自己的声援。幸亏当时清朝在当地的驻藏大臣傅清还有拉卜敦发现及时，这两个人奋不顾身首先发难，就把这个朱尔木特纳木扎勒给杀了。当然后来这两个人也死了，杀贼先杀头，正是由于那两个人的英勇，就使得清军啊很快就平定了西藏的一次叛乱。那么在这次平叛过程当中呢，七世达赖啊这个格桑加措表现还比较好，
及时向朝廷汇报，他本人没有参与叛乱。所以呢，乾隆十六年，就公元1751年，清廷就下令由这个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掌管西藏的地方政权，就这个时候就政教合一了。所以说西藏黄教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呢，也正是从七世达赖他开始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下一集呢就要讲述雍正皇帝时期是如何对准噶尔部族用兵的，双方的这个胜败如何，下一集我们接着讲。慈禧是不是擅长书法和绘画呢？我们如果翻阅清朝的史料，就很少发现什么后宫那些嫔妃读书啊、学文化这种类似的记载，就是因为从清初开始，清朝那些皇帝啊，就觉得这后宫的女人啊不应该有太多的文化，这些女人如果文化太高，她们就容易干政，比如说咸丰的皇后慈安就不识字，所以呢，咸丰皇帝死之后，大臣们上那个奏折呢，就只能让那个识字的慈禧呢去处理。既然慈禧识字，她的文化水平如何呢？她的这个书法作品、绘画作品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从咸丰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慈禧太后啊亲自起草的，就是把那个肃顺那些人啊解除职务的那个密谕当中，从这份文件啊，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慈禧的字迹也歪歪扭扭，看不出有任何书法功底。这些字儿跟世间所传的慈禧太后啊赏赐大臣的御笔书法啊大相径庭。第二，慈禧的文字和文化基础啊非常不好。这封密谕呢，一共237个字，其中错别字就有12个，而且那语句啊多是不通顺的。第三，慈禧本人也知道她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所以她在密谕中还有这样的字句：求七兄弟改写。他密谕当中的七兄弟呢，就是指当时那奕轩。既然如此，但是世间还流传了好多的这个慈禧太后的书画真迹啊，有时候拍卖上也能看得到啊。那这些书画真迹到底是谁写谁画的呢？慈禧的书法就赐给大臣的那些书法呢，主要是由这个翰林院修撰，叫论润祥的这个人代笔，这个人捉刀。至于他那些细腻的花鸟工笔画，代笔人是谁呢？主要是一个叫缪佳慧的这样的一个女画家。这两个人把这个书法或者把那画写好画好之后呢，然后呢由那宫女盖上慈禧专用的印章，等于也就成了慈禧本人的作品了。特别是那女画家缪佳慧，慈禧呢还尊称她为女画师，或者称她为缪先生。当时呢赏她3品服色，月俸200金，就是每月的俸禄是200两银子，挺高的。慈禧在宫内还经常把这个女画家的缪佳慧啊叫她跟自己玩，所以呢宫内那些宫女呢都尊称她为缪姑太。根据慈禧身边的那些太监和宫女回忆，这个缪佳慧啊，你甭看她画画画得特别好，特别工细，画那美女啊也特别好看，大伙儿就都会觉得缪佳慧肯定是个美女，实际上还真不是。根据那些宫女太监们的回忆呢，这个缪佳慧啊是一个长得挺胖的这样的一个中年妇女，因此长得是一点都不好看。上一集说到，这个准噶尔军队呢，趁着清军不备，把这个在拉萨的这个拉藏汗也给杀掉了。占领拉萨之后呢，就在当地横行了2年10个月，近3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之内呢，倒行逆施，就引起了当地啊这些老百姓的强烈反抗。而当时呢，得知清军大军已经逼近拉萨，准噶尔军队呢知道打不过，不得不撤出。准噶尔的那个汗王啊，策妄阿拉布坦呢，他这个堂兄弟策凌敦德卜撤出拉萨之前，就命令手下士兵啊把拉萨城内周边的寺庙劫掠一空，
那寺庙内部全部的祭器、佛像、经书都运回到义里。这次劫难呢，在西藏的历史上就被称为呢准噶尔人之劫。得到大批金银财宝之后，次旺阿拉布坦就在准噶尔盆地的伊犁河北岸建筑了呢一座规模宏伟的喇嘛庙，当时呢叫做固尔扎都纲，蒙语当中啊称寺庙为都纲。当时这个寺吧特别的金碧辉煌，尤其它那寺顶远远望去之后闪烁着金光，所以说当地人呢又称之为金顶寺，就成为当时义犁啊南北两江黄教的朝圣中心。后来呢这个固尔扎这个都纲就这个庙呢毁在什么时候呢？毁在后来那个阿姆尔萨纳他这个叛乱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庙给毁了。乾隆26年呢，就公元1761年，乾隆把这个阿姆尔萨纳这个叛乱平定之后啊，清政府又在这个固尔扎庙的遗址上兴建了宁远城，也就是今天的义宁。3年之后呢，清朝政府又在承德仿照这个固尔扎庙的原样，把这个原图纸拿过来又兴建了安远庙。这个安远庙呢在当时又称义犁庙。康熙皇帝死之前呢，西藏那个形势啊就得以平定了。雍正皇帝他继位没过多久啊，青海的忽然又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就是和先前啊在这个西藏被这个准噶尔人杀掉那个拉藏汗同属和硕特蒙古一系的那个罗卜藏丹金忽然又开始造反了。罗卜藏丹金啊，他是固始汗的孙子，达什巴图尔的儿子。这个达什巴图尔死之后呢，罗卜藏丹金呢就承袭了亲王的王位。那么早在康熙55年，就公元1716年呢，当时为了平衡和分化青海地区的这个和硕特蒙古势力，康熙帝就下诏命令这个罗卜藏丹金和右翼的贝勒、察罕丹金包括那个达延那些人呢，委任他们三个人为这个右翼部长，等于呢就是命令他们共同统领青海和硕特蒙古右翼的部族。而后呢又任命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还有阿拉布坦、鄂木布这两个那个蒙古人呢为这个蒙古左翼的部族的部长。康熙帝这种行政手段呢来干预青海的这个事务，等于就显示出康熙帝这个人确实有雄才大略，他就想多设部落酋长的办法。你那不人多吗，不能一人独大，就使得青海的和硕特蒙古部族啊互不同属，同时呢让他们互相牵制。这个诏书一下呢，这个罗卜藏丹金呢他就大感不快。而在当时呢，由于对拥立七世达赖喇嘛这个意见呢又不统一，青海和硕特蒙古呢各部实际上他们之间已经有巨大的分歧了。为此呢才造成了当时准噶尔汗王次旺阿拉布坦才有机会这个派出大军这个入藏杀死当时那个拉藏汗，占据了拉萨。虽然当时对清廷分割自己权力的这种举动吧深感不满，但在当时反对这个准噶尔军队的战役当中啊，这个罗卜藏丹金他是一直站在清朝的一边，表示拥护这个大清皇帝。康熙59年，就公元1720年，罗卜藏丹金呢还参加了清军这个护送达赖七世入藏坐船的这样的军事行动。西藏平定之后呢，罗卜藏丹金并没有从清廷那里得到他想要的、预先设想的，就是他对拉萨的控制权。雍正皇帝继位之后，以这个嘉奖护送达赖七世入藏有功这个为名目吧。当时清朝的朝廷呢，清政府晋封和硕特部落的那察罕丹金为黄河南亲王，这个更加引起了这个罗卜藏丹金的愤懑和不满。所以呢，从这个西藏拉萨返回青海之后，罗卜藏丹金呢就暗中和准噶尔这个汗王次旺阿拉布坦呢就联系，准备就在青海那一地呢背叛大清。当时呢，由于康熙皇帝刚刚去世，而镇守西宁又负责节制各路这个进藏军队的这个王子，就是皇十四子胤禔，他已经离开了西宁回京了，他就奔赴丧嘛。这个时候呢，罗卜藏丹金就觉得当时啊清朝大军没有统帅，他就趁机召集青海和硕特蒙古那些台吉
诉说利害，而后呢又在察罕陀罗海会盟，煽动这些人呢起兵反清。罗卜藏旦京就下令和硕特这个各蒙古部落恢复原先的称号，就不再按照清朝先前给他们那些封赠，比如说王啊、贝勒、贝子啊、公啊那些爵号，就还恢复他们原先蒙古部族特有的那些爵号，号召和硕特蒙古人重建昔日固始汗的那种伟业和霸业。起兵之后呢，罗卜藏旦京就自号达赖洪台吉，号令这个青海和硕特的各部。他的号令发下之后呢，跟他同属青海和硕特部族的呢，给清朝当亲王的那个察罕丹津当然不干了。于是呢，罗卜藏丹津马上发兵四千，这个率先攻击不服从他的他那些同族的蒙古头领，就包括那个清朝的郡王额尔德尼、这个额尔克、托克托奈这些人。察罕丹津这些人眼看打不过这个罗卜藏丹津，就慌忙率领手下的眷属，还包括那些护卫吧，一下逃到喇牙关。后来呢，他们又从河州转移到兰州，就受这个清朝军队的保护。而当时呢，塔尔寺的主持就那大喇嘛察罕诺门汗，这个人呢是这个察罕丹津的侄子，包括当时那郭隆寺的那些喇嘛，这些人呢都和罗卜藏丹津呢遥相呼应，就使得西宁一带那格鲁派大小寺庙，包括中殿、阿刚啊、多布藏马家啊、铁布啊、纳珠公寺、什么朝天堂啊、卓子山、仙密寺、兴马寺、西托巴等等吧，这些地方这些蒙藏部众还有喇嘛近20万人，一时之间呢都造反了，这等于是都拥护这个罗卜藏丹津，开始反抗清朝。而且当时他们这些人呢声势浩大，罗卜藏丹津的起事呢完全出乎清廷的意料，所以这叛军呢进展特别顺利，一度呢他们一些人马都进至到河州、西宁附近，直抵河东地区。河州呢就是今天甘肃的临夏。雍正元年7月，清政府就派出侍郎长寿，就是前往青海。这个时候呢，因为雍正刚继位，他不想战事就马上就起，他派出这长寿来，实际上想和这罗卜藏丹津议和。但罗卜藏丹津呢，这个时候取得几场胜利特别骄傲自大，竟然呢把清朝这个使者长寿扣押在营内。当年10月，清廷呢就任命这个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陕甘各地调集了各路精兵，齐集青海，准备一举平定呢罗卜藏丹津的这个反叛。眼看清军越来越多，来势越来越猛，原本呢跟随罗卜藏丹津反清的那和硕特各部蒙古首领呢，这个时候纷纷倒戈，主动向清军投降。雍正2年正月，就公元1724年，清廷呢又委任岳钟琪为费恩威将军。同年2月，岳钟琪就率领大军一直杀到青海湖，就把哈拉河畔的这个罗卜藏丹津的驻军呢一下就打得大败。而后呢，清军又分为三路西征。当年3月，岳仲琪就率领那个中路军呢直取柴达木，把这个罗卜藏丹津的他的亲妈阿尔腾喀吞都活捉了。清朝的副都统达奈率领清军呢一直追到花海子，又把罗卜藏丹津的他主要的骨干部将全部生擒活捉。至此，你想罗卜藏丹津起兵也才7-8个月的时间，就被打得一败涂地，最后呢只能是化妆成女人，率领寥寥几个随从逃往新疆的那准噶尔部落去避难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呢，就给青海那和硕特蒙古部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使得青海蒙古族人口呢，从17世纪中叶鼎盛时期20多万，锐减到10多万，就严重破坏了青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那些喇嘛一造反，蒙古部族一造反，清军一平叛，那肯定在当地杀了不少人。福兮祸兮。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被平定之后呢，雍正皇帝就采纳年羹尧上的折子，上的什么折子呢？青海善后事宜13条，还有这个禁约青海12事，等于就把青海的蒙古这个部族全部置于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对这些人呢进一步分化。雍正帝还下诏把青海和硕特蒙古族呢，叫他们必须仿照内蒙古扎萨克制度，就分编成多少呢？分编成29个旗。同时呢，清朝政府对于青海蒙古各旗还划定了游牧界限，就是你们这些人互相都不同属，
谁也别这个领导谁，而且你们之间还不能互相往来，不能越界。因此就经历了这个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青海和赫特蒙古族的他的军事力量完全的完了，等于是一蹶不振了，再联合不起来了。罗卜藏丹津跑了，那么他的这个竞争对手跟他同族的那察罕丹津就被清朝呢重用，他当时呢就被封为扎萨克，叫他掌管的和硕特前首旗，就是所谓的河南蒙旗。我们大伙儿要知道啊，在这个清朝、明朝啊，你包括汉朝，有时这个河南完全不是指咱们今天的这个河南。由此呢，这位这个蒙古首领就在青海就完全成为举足轻重的啊这样的一个权势人物。经历此战过后，西藏青海啊等于正式并入清朝，成为清朝呢有效管辖的这个范围和区域。由此一来，清朝也形成了对准噶尔南部、东南部这地理方面的包围态势。所以呢，清朝就在统一准噶尔问题上呢，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权。雍正五年，就公元1727年，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呢病死了，他的儿子噶尔丹策凌继承汗位。这个新汗王的名字噶尔丹策凌，大伙儿别弄混了。他比起咱们前面讲过的那大名鼎鼎的噶尔丹呢，多了策凌两个字儿，人称呢小噶尔丹。不过这个准噶尔新汗，这个新的汗王，他在开疆拓土方面呢，可比他的父亲这个策妄阿拉布坦，还有他的叔祖噶尔丹，就那大噶尔丹都厉害得多。而且这个人呢，他率领他手下的这个准噶尔的一个部族，就让雍正、乾隆这父子两代清朝皇帝啊，多年以来一直是坐卧不安。噶尔丹策凌刚刚继位，雍正帝呢，这个时候呢，他在北京也坐稳了地位，就准备出兵征剿准噶尔。为此呢，雍正皇帝还特别设立了军机处，但那军机处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叫军需房，目的就在于方便西北用兵的指挥工作。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清朝的军机处最早始于雍正，而且最早呢，就是专门用来这个对付那准噶尔的。雍正七年，也就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呢就派出啊清代开国大臣费扬古的曾孙，当时那个吏部尚书富尔丹，委任他为靖边大将军，率领50000精锐的这个兵马进兵讨伐。其中呢6000人是属于京师八旗兵，还包括9000御林军，包括8000盛京八旗，其余呢都是来自科尔沁等地的蒙古铁骑。所以说清朝这次用兵啊可见派出来的都是精兵，而且对这次用兵非常重视。同时呢，雍正皇帝又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从这个西路出兵来了个助战。大伙儿可能就问，年羹尧大将军干嘛去了？年羹尧大将军在此前已经被雍正皇帝给赐死了。清军出征之时呢，雍正皇帝郑重其事，他本人就到太庙啊祭告列祖列宗，而且呢他亲自在太和殿给那个主帅授阅，而且到南苑还这个阅兵来加以助威。雍正一朝对准噶尔的战争准备工作呢做得还是比较早，而且呢还是挺完备的。但真正双方打起来，倒是准噶尔一方呢首先取得主动。雍正九年，就公元1731年，准噶尔军队呢首先进攻吐鲁番地区，就和清军啊展开了一种拉锯战。毕竟啊这个长途远行啊补给困难，清军当时处境呢挺尴尬的。不久之后，西路军的岳钟琪率领那清军呢又被这个准噶尔派出的小股游击队把这个辎重补给线给破坏了，等于是在乌鲁木齐一带啊一直被动挨打。当年的夏秋之交呢这个清朝和这个准噶尔呢又经历了河通伯一战，这一战下来呢清军遭受惨败。就在当时，就为了防范准噶尔军队进入这个喀尔喀蒙古对当地的蒙古部族进行攻袭，雍正帝就命令靖边大将军富尔丹率兵前往科布多在那里先筑城。科布多当时的首府呢在今天蒙古的吉尔格朗图。历史上的科布多地区呢范围还挺大，在今天呢就分为三个部分，中俄蒙等于各占一部。当时准噶尔的汗王就这个新汗王噶尔丹策凌得知北路清军比西路清军人数少一点，他就呢想集中全部的兵力主力进攻北路军，就想进而得胜之后呢
在大肆劫掠这个卡尔喀蒙古部族。而就在科布多当地呢，富尔丹率领清军的平城固守，所以说噶尔丹策凌啊，他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手下那些准噶尔骑兵啊擅长野战，所以说攻城并不是他们擅长的。于是呢，噶尔丹策凌就派出他手下的塔苏尔海丹巴，就派出这样的一个蒙古人作为间谍，故意呢让守卡的清军把他活捉。清军审讯的时候呢，这塔苏尔海丹巴就编谎话，就说噶尔丹策凌呢发兵三万，由大策凌敦多武、小策凌敦多武分别率领这个三万兵马一同来进击清军的北路军。现在呢，那小策凌敦多部呢已经到达了这个察罕哈达，而那大策凌敦多部呢，就是因为有事儿一直这个在原地逗留啊，他们这个双方的军队还没有合兵。那么对这个准噶尔间谍的话啊，作为清军的北路军的统帅，这富尔丹他会相信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聊。清宫的御膳为什么不吃牛肉和狗肉呢？清宫御膳之内有两大禁忌，第一不吃牛肉，第二呢不吃狗肉。为什么不吃牛肉呢？因为清朝先前在关外的时候啊，特别重视农耕，当时在东北啊耕牛还是挺缺的，而在关内的明朝呢又禁止这种牛啊外卖，所以在清初就规定除了重大的祭祀之外啊是不准宰杀耕牛的。清朝入关之后啊，即使是那个用于这个萨满祭祀那耕牛啊，他也不宰杀，而是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把那耕牛卖掉。当然了，在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农耕文明之下，你不杀耕牛啊，不吃牛肉呢，啊，实际上还是比较正常。那为什么清朝的宫内他不吃狗肉呢？根据民俗专家研究，就相传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啊，有一次危难之时，啊，被一条狗啊救过性命。好像是说努尔哈赤有一次这个躺在草地上睡觉，啊，结果呢旁边起火了，结果一条狗过来得把他给唤醒了，就把他给救了。由此一来，日后就形成了清朝这个皇室吧不吃狗肉不穿狗皮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我本人呢觉得，哎，他不吃狗肉不穿狗，他的祖先呢在东北森林那种狩猎文化有关，深山老林当中的猎狗啊肯定是这个满族先人他们狩猎最好的工具和伙伴，所以但凡我们查阅清朝御膳的档案，从来没发现过有狗肉。那清朝那些汉人吃不吃狗肉？那肯定吃狗肉。但是呢，毕竟这个满族统治者他有这个忌讳，因此呢，在堂而皇之的公开宴席上，一般汉人呢也不敢吃狗肉，尤其是那些官员。这种习惯传下来，所以清朝还有句俗语啊：“狗肉丸子上不得席。”上集就说到，为了对清军诱敌深入，准噶尔这汗王啊噶尔丹策凌还使出计谋，先呢派出一个间谍，等于是故意让清军俘虏，然后这个间谍就假装说了，就噶尔丹策凌啊已经发兵三万，分别呢由这个大策凌敦多卜、小策凌敦多卜这两个头目率领，已经呢直接朝这个清军北路军杀过来。如今呢，那小策凌敦多卜呢已经到达了这个察罕哈达，而那个大的这个策凌敦多卜呢，因为他这个军队啊，这个因为某些事情耽误了，还没有到。对准噶尔间谍这个供述呢，这个招供，清朝那靖边大将军富尔丹还真信了。于是呢，他就决定趁这个准噶尔大军还没有集中的时候要先发制人。他呢就选出精兵一万多人，沿着这个科布多河啊，这个是往西进。其中呢，清朝这个大将索图、戴豪任命这两人为前锋，定寿等人呢就领第一队，马尔萨等人领第二队，富尔丹他自己率领这个
主力兵马吧随后而进。接下来富尔丹又命令滚泰率领小部分这个兵士留守那个科布多城，就守城，又命令陈泰率领一部分清兵呢这个在这个科布多河的河东扎营保护饷道。六月初九这天，定寿率领那第一队清军呢就行进到扎克塞河。当时呢他们就抓获了一名准噶尔军队的巡逻兵抓获了这个俘虏。这个俘虏就供称这个地方呢距离察罕哈达呢3天时间就能到。在那里呢刚刚到达的准噶尔兵马呢就不超过1000人，人很少。那些人还没有来得及立营呢。富尔丹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命令清军连夜速进。但是呢清军走了好几天也没看到一个敌人。所以说先前抓到那个俘虏实际上也是那噶尔丹策凌呢派出来这属于间谍吧。6月17号清军又抓获了一名准噶尔兵。这个人就供称就准噶尔军队有2000多人在这个博克托岭在那儿扎营。于是呢富尔丹就派出索图代豪率领3000人马前去攻击。这个时候呢准噶尔人已经做好准备了，就用那个老弱残兵先是在那里等待清军。准备和这个清军只要一接触就让这些人假装败走，引诱清军上钩。当时这准噶尔这个主力大军有20000多人，事先呢已经埋伏在山上了，对清军绝对是严阵以待。6月18号清军将领饱受率领那第一队清军呢就已经到达了这个库列图岭了。遇到这个准噶尔守军之后呢立刻展开这个厮杀。当时呢清军还挺顺利，阵斩400多准噶尔兵马。一败之后呢准噶尔军队的残部就驱赶他们剩下的驼马翻山越岭做出那种狂逃的那样的态势。6月19号富尔丹他率领的大军主力已经杀到了，于是呢和清军的前锋军呢等于是会合了。20号这天清军继续猛追，就进入了博克托岭。到达这个博克托岭之后呢清军四处搜索，忽然之间准噶尔先前埋伏的兵马一下四起，这些人的居高临下纵马冲击。富尔丹这个时候就知道受埋伏了，遭受埋伏了，心内非常惶急。但是呢他还是稳定心神亲自指挥这个清军等于是亲自督战了，临阵杀敌1000多人。当时呢那塔尔代马尔奇率领手下兵马呢就想攻夺西山的制高点，但准噶尔军队呢在这个西山制高点这里早就准备据险防守，清军呢又是佯攻，所以说死伤了好多人，死伤了2000-3000人，最后也没有能攻下。到了这个时候富尔丹就明白自己是中计了，清军当时的处境是非常危险。想了一会儿他就决定向河通伯那一带突围。于是呢富尔丹就将全军呢分为5队，让这个定寿、索图、觉罗海兰、长禄和西弥赖呢先守住这个山梁东，塔尔代、马尔奇呢先把这个山梁西守住，城堡呢居中，马尔塞呢出其东路开始进击，达福代豪呢作为前锋，然后又派舒楞额、沙金达赖这些人呢等于是作为这个殿后，作为掩护。6月21号这一天清军呢根据事先富尔丹这5队的安排吧，就分别部署开始突围。准噶尔大军发现清军这个突围的意图之后呢就开始全力进攻山梁东西的那2部清军。当时呢这个山间气候多变正打着呢，雨雹突至，又下雨又下雹子。这种气候呢对于那些很少在山地之间作战的清军呢给他们突围行动增加了更大的困难。情急之下富尔丹呢又派出兵马就增援西路，然后呢让那城堡又增援东路兵。就在当天清军呢还是赶战的，战到傍晚时分也未能突围。到了6月22号这一天清军苦战久之，东西2队的清军呢最终还是打不过这个非常有准备的准噶尔军队，最终这些2队全军覆没。转天6月23号准噶尔军队乘胜一下就包围了在河通伯的就是水草地边集结的那个清军大营了。此时此刻富尔丹呢作为统帅也只得咬紧牙关
亲自督兵，骑在马上呢，指挥人马抵御。一战下来，也把准噶尔叛军呢杀了500多人。就在当时呢，高举红色大道的这科尔沁蒙古兵呢，就被准噶尔兵包围了好多重。而土默特蒙古兵呢，他们举的是白色大道，就白色那种大旗子。他们的首领沙金达赖还挺勇猛，就前往阵中奋力劈杀，来救援自己的蒙古同胞。需要说一下了，这科尔沁和土默特这两个部族的这个蒙古兵马一直是清军的这个同盟军。可惜呢，当时清军已经被这个准噶尔的这个军队杀的这个胆寒了，心中生出惬意。他们远远望见土默特蒙古兵，就自己同盟军的白色大道，那白色大旗在敌阵当中晃动，就误认为什么呢？就误认为土默特蒙古兵啊，他们的军旗也被这个准噶尔军人抢到了。就土默特蒙古这个兵马啊，已经被准噶尔军队围歼了。顿时之间，清兵这阵就完全撑不住了，兵败如山倒，最终等于是败得无法收拾。看到手下军马大败如此，富尔丹也没办法，只得指挥残余的士兵是边挡边退，边杀边退。7月1号，清军退回到科布多的时候，富尔丹手下呢，这阵只剩下多少人呢？2000多人。所以说他手下的先前率领的50000精军，已经是被这个准噶尔啊这个军队杀的差不多杀没了。所以呢，这次失败也是清朝和准噶尔交战以来清军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大败。你想，被杀50000多人。也就在这场大战当中啊，清军的大将什么长禄、巴塞、察纳毕、马尔萨这些人都是力战阵亡。海兰、苏图、定寿、永图、马尔奇这些人呢，在战场当中边杀边打，边打边杀，最后负了重伤，没办法力竭自杀。那位副都统这个塔尔代呢，也是身负重伤。得胜之后，准噶尔大军呢高兴坏，大唱这个歌曲凯旋而回。而为准噶尔这个汗王噶尔丹策凌立下如此汗马功劳那两位大将军是谁呢？一个是大策凌敦多卜，就是先前出兵西藏把那拉藏汗杀掉那位。另外呢一位呢是小策凌敦多卜，这个人呢论辈分是噶尔丹策凌的堂弟，也是那个大策凌敦多卜的堂侄，并不是说大策凌敦多卜的弟弟。一战下来杀了清军近50000人马，准噶尔人呢这个时候也是骄傲至极。结果呢，转年这帮人就盛极而衰，他们就在额尔德尼昭反被那个清军呢杀得大败。雍正十年7月，噶尔丹策凌就派遣大军继续进犯韩岸山下的哲布尊丹巴，就是那个胡图克图他的领地。到那儿一进攻，结果扑了个空。于是呢，这一部的准噶尔军队就突袭清朝多罗郡王策凌的老营。清朝的多罗郡王策凌呢，他是蒙古喀尔喀部族人，他的姓氏呢是博尔济吉特氏，也就属于呢，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策凌呢，他自幼生长于塔米尔河流域。在康熙27年，就公元1688年那一年呢，由于当时那个准噶尔部的那个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嘛，策凌当时呢岁数还挺小的，被迫带着他的祖母格楚勒哈屯还有他弟弟贡格拉布坦就投奔清朝了。看这个策凌是成吉思汗的这个18世孙同盟坎他的这个嫡传后嗣，清廷呢对策凌特别重视，给他在京师呢赐给他一大宅院，然后呢对他那种这个教育呢就跟内廷的王子一样。所以说这策凌从小呢是和满洲那些王子啊那些皇子一块受教育的。康熙44年，策凌呢又迎娶了这个和硕纯雀公主，所以说又得受这个清朝的贝子这样品级的爵位。策凌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说清廷呢又让他率领这个人马吧回归于他的本部，就让他的这个率领他的人马在塔米尔开始住了。康熙54年，策王阿拉布坦当时派出兵马呢侵袭哈密，策凌呢响应清廷的这个召唤，就开始随同清军一起征战。康熙59年，他要跟随清朝这个镇武将军富尔丹来进击准噶尔，他在战争中呢还取得了不少胜利。一战下来还把准噶尔的这个宰相这些官员叫贝坤的等于那些高级贵族这个生擒活捉100多人。准噶尔的他的宰相就相当于宰相吧，就等于是他的高官了。雍正9年8月，
这个河童勃大胜之后，准噶尔的这个大策令敦德武、小策令敦德武这两个人又合兵，一共又弄了30,000精兵来进袭喀尔喀蒙古。得知消息之后呢，这个策灵还有清朝那个亲王丹金多尔济率领兵马呢，就等于是抵御这个准噶尔的进击。他们两个呢率领手下的喀尔喀蒙古军还挺能战，就在这个鄂登楚勒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准噶尔军队给击败了。雍正皇帝得到这个消息大喜呀、啊、本来先前那大败心里正郁闷着，如今一看策灵取胜了，高兴得不得了，马上下诏晋封策灵为和硕亲王，给他赐金赐银。那不久呢，又这个封这个策灵为这个喀尔喀蒙古大扎萨克。雍正十年六月，准噶尔的这个小策灵敦德武呢，又率兵30,000，从奇兰那个地方呢，再次入侵喀尔喀。这次呢，策灵就和清朝大将塔尔岱开始联军，在本博图山截击准噶尔的军队。谁料想，当时准噶尔就分出一队人马，就突袭了当时策灵的这个塔密尔老营。一战下来啊，抢掠人畜无数。噩耗传来，听说准噶尔军队把自己老营给抄了，他两个儿子都被生擒活捉了。当时策灵是悲愤至极。这个时候呢，清朝有个侍郎叫绰尔铎的，他是因为帮助清朝这个军队转运粮饷，他正好在策灵军中。这个人挺有谋略的，他当时就激劝策灵应该率兵扼敌归路，乘此机会呢，肯定能大破敌军。策灵这个时候悲愤至极呀、啊，眼中冒火，连连点头，马上率领本部人马呢，还军持机。当年八月间，已经抢了无数的人员啊、牲畜的准噶尔军队呢，就往那个鄂尔德尼昭的方向退兵。策灵呢，就率领他本部人马紧随其后，死死追赶不放。追击途中，策灵和准噶尔军队呢交战十多次，每战都胜。当时呢，准噶尔那个小策灵敦多布，他呢正占据着杭爱山路，紧压着这个鄂尔坤河呢截下大阵。于是呢，策灵就指挥满洲八旗兵先在这个鄂坤河的河南啊先列阵，他自己呢率领10,000多喀尔喀蒙古精兵就埋伏在这个山的旁边，其他那些蒙古盟军呢就在这个鄂坤河的河北啊在那儿截阵。准噶尔军队看到满洲八旗兵背水列阵，而且感觉他们兵力非常弱，都轰然大笑。为什么准噶尔这些军人笑呢？因为在去年的战事当中，一下杀了将近50,000八旗兵，所以在他们心目中，那些八旗兵啊，完全就不经打不经揍。所以准噶尔人望见那八旗军的军旗啊，心中就起了轻视之意。于是呢，那小策灵敦多卜就挥舞旗帜指挥准噶尔军队越险而进。果不其然，满洲八旗兵还没有和这个准噶尔那个军人交战呢，看到准噶尔骑兵冲过来，这帮人转身就跑。准噶尔这些骑兵呢哈哈大笑，挥舞着闪亮的军刀就拍马就追。谁料想，就这帮准噶尔骑兵轻松笑语的就跟打猎一般，在追击过程当中呢，策灵率领他手下那喀尔喀蒙古伏兵啊，忽然之间就从山下杀出了，狂风暴雨一般忽然就出现了，打横杀来，一下就杀向这个准噶尔的骑兵。准噶尔这些骑兵呢，完全没有顺利准备，一下子就被喀尔喀兵士杀得大败，杀得当时是尸满谷中。一阵下来，10,000多这喀尔喀的一个士兵都被这斩于马下。清军得胜，把先前准噶尔部队先前掠夺的牲畜啊、那些辎重啊、器械啊，现在又都抢回来了。得知这个消息，准噶尔的那个小策灵敦多卜吓得是不得了，赶忙呢率领这个残众渡河逃跑了。结果呢得势不饶人，策灵又率领手下的喀尔喀兵士等到这个小策灵敦多卜他手下那个准噶尔军人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又是奋起击之，一时之间呢正在渡河的准噶尔兵士又被杀了一大半。当时河流啊那些水啊都完全都是红色，都是被准噶尔被杀那士兵的血染红的。所以这一场大战下来，策灵指挥清军还有这个蒙军，就是清蒙联军吧，一下杀敌近20,000人，缴获那器械、马匹、牛羊都是无数。在这场战役当中呢，清军和蒙古联军
他们的损失有多少人呢？竟然只有十多人受伤而已。领兵的大小兵将啊，包括那些所有的这个轻兵和猛兵，没有一个人被杀，没有一个人啊受重伤。得到战报之后，人在北京的雍正帝欣喜若狂，马上呢给这个策凌啊赐号超勇，啊赏给他皇太子，同时赐给这个策凌啊和他的部落啊马2000匹，牛1000头，羊5000只，白银50000两。而后呢又封策凌为固伦额驸。当时呢先前嫁给策凌啊那个纯雀公主呢已经薨逝，为了荣显策凌本人，雍正帝又下令追赠纯雀公主为什么呢？固伦长公主。在额尔德尼昭大战啊获得重大胜利的啊这位清朝英雄，这位清朝的蒙古宗英雄策凌呢啊他的真实面容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为什么能看到呢？因为当时呢法国在北京的这个传教士有个叫王志成的，但这个是他的汉文音译了，他不姓王。这王志成呢就当时就为这位英雄，当然他也是受这个雍正帝的指使了，为这位英雄画过一张半身朝服的画像。后来这画像呢被这个八国联军抢走了，现在这个画像呢藏在这个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里面，我们在网上搜就能搜到这张画像。由此可见，雍正皇帝这一朝对于准噶尔的战争呢，对先惨败而后取得胜利，等于是呢和这个准噶尔打了个平手吧。但额尔德尼昭战役啊确实是可以称为这个清朝和准噶尔战争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呢损失的这个几万精兵，准噶尔的势力啊开始的急剧的衰落，他再没有能力主动大规模的对清朝的边境啊进行侵扰。但一直到了雍正12年，清朝方面呢也没有能够达到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呢？就彻底平定准噶尔。双方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相持状态。而准噶尔内部呢也是内讧不断啊，他们的姻亲贵族之间啊你争我杀，所以呢他们也没能啊组织起足够的力量呢主动进攻清军。双方呢啊就开始停战议和。清朝方面、准噶尔方面双方之间呢打打和和。一直就延续到乾隆皇帝继位。乾隆皇帝作为新天子上台之后呢，哎，想起准噶尔吧，也挺头疼的。一度呢，他还想把清朝的边界再往东移，哎，往后撤。最终还就是那位大清的额驸，那蒙古英雄策凌，两次进京力荐，就对乾隆皇帝表示说：“啊，我所率领这喀尔喀蒙古，绝对能够阻止啊这准噶尔军队的这个向东的进犯。”听策凌这么一说。乾隆皇帝呢内心稍安，所以呢就没有把边界呢往回撤。清朝大臣见皇帝的时候是如何称呼对方呢？我们看好多清宫剧，这个清朝的大臣呢觐见皇帝或者皇太后的时候呢，动不动就称对方为万岁，或者呢在那叩头高呼啊太后吉祥，老佛爷吉祥。这种称呼符不符合清代的礼制呢？清朝文武官员被皇帝或皇太后召见，应该一律是咱们的贵安。汉大臣必须自称臣啊，恭请皇上或者皇太后圣安。满族那些大臣呢，则自称奴才。皇后、嫔妃、满汉大臣，无论是当面或者背后，都称皇帝为皇上。只有皇太后或者皇太妃才有资格呢，称皇帝为皇帝。当然了，清代历史上呢，也有非常个别的例外，比如说溥仪《我的前半生》那一书。他就回忆，太后、太妃都叫我皇帝，我的本生父母和祖母也这样称呼我，其他人都叫我皇上。因为摄政王载沣啊是监国摄政王，他又是溥仪的本生父，所以呢他才敢叫溥仪为皇帝。而那些在旗的满人呢，有时称皇帝为主子，但是也不会称皇帝为万岁，所以呢称皇帝为万岁只是当时这个戏剧舞台上的称呼。特别是在雍正一朝，大臣呢别说是口头称万岁，就是在奏折当中啊出现什么万寿无疆啊万岁这样的字眼，都会受到这个雍正皇帝的训斥。因为雍正皇帝本人呢最讨厌这种阿谀奉承的这样的这个虚文。清中期以后，皇帝那些进士太监还有宫女呢开始称呼在位的皇帝为万岁爷。对于死去的一些皇帝呢，在爷前加上个年号，比如说康熙爷啊乾隆爷啊。那么电影电视剧当中太监啊大臣们对于慈禧太后啊称啊太后吉祥，什么老佛爷吉祥，这种称呼对不对呢？完全不对。如果我们细看清宫的档案，
皇帝后妃、满汉大臣，还有大部分那些内务府官员，包括太监，无论当面或者背后，都称慈禧太后什么呢？皇太后。